家好，我是金鱼脑，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 Creator Spotlight。大家如果想看看我给香港朋友什么样的惊喜，记得点开这支影片，然后也别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呼呼，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好开心参加今次的 Creator Spotlight。想知道我为台湾的朋友准备了什么惊喜，记住click入去条片看看，要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啊，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鱼脑。这次呢，我非常开心可以参加 YouTube Creator Spotlight 的计划。然后我这次计划的伙伴呢，是来自于香港的芬妮，她的频道叫做与芬妮学英语。那 YouTube Creator Spotlight 其实常常都会有不同的主题，然后让不同的 YouTuber 彼此合作。那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要送彼此一份礼物。那我其实想了非常非常久，因为他是住在香港，我在台湾，所以我如果要把礼物送给他的话呢，如果他今天实体的，我就要寄过去，然后等很久很久他才会收到。所以我希望是可以给他一个我现在送他就可以立马收到礼物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的 slogan 是我是记忆力短暂，但是爱拍片、爱画画、喜欢唱歌的金鱼脑。所以呢，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的人。然后我之前也是读美术系，所以我这次送他的礼物呢，希望是可以跟画画有关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也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把唱歌这件事情融入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就需要借助我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，龙总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要干嘛？吓我一跳。就是呢，我要帮一个 YouTuber 朋友做一个开头动画，所以我需要阿卡贝拉，所以要麻烦你。阿卡贝拉交给我，没问题，就是找我就对了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房间，平常都在做什么？做一些定制玩偶啊。贩卖人口啊！哦，原来如此。周周呢是知名的阿卡佩拉团体玩声乐团，玩声乐团的贝斯手。对，然后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上一期动漫主题曲的，其中一位成员就是他，他现在还有在另外一个团叫做 Speed Force， 专做 B-box 跟阿卡佩拉的结合。我要送礼物那个 YouTuber 频道主要在教英文，然后我们想要帮他做一个短短的片头，可能短短的五秒，然后想说轻快可爱的感觉。到时候你做了这个音乐之后，我就会根据你的音乐，然后我会再画一个片头动画。没错，动画动画。好，来，那你现在就要开始了，强迫动工。开始就要变出一台琴。已经藏在下面。我想一下，前面如果是上课的这种感觉，我就先来个钟声好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是英文课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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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做完了。来听，来听。哦哦，赞赞赞赞赞！刚刚不是有说有没有那个钟声吗？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有一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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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一个很开心准备要上课的一个气氛。最后在老师出马，老师出场就是 Finish Language。Yeah, 没错，好好好好，我等不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录的阶段，然后这次完全不会用任何乐器啊，就只会用人声。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好的。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Finish language。Finish language。哦，六六六，一次到位了哦！接下来听一下我刚刚叠了五轨，阿金变身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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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nguage art。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今天今晚，呀啦，大家来听一下吧。我们刚刚原本是，原本是。
感谢 Give Me Five。哎，这跟镜头跟不上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用这个歌，利用那个 iPad 画图，然后做出动画，然后完成之后再送给 Finny。阿卡佩拉界的师奶杀手。谢谢谢谢。没有师奶吗？一般的少女。哎、欸欸，没有，还没有，不行、哦。大家记得要去订阅 Speed Force 的频道哦。Yeah, Speed Force。好了，那音档部分周周你帮我处理好，接下来就是动画部分。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其实有上过非常简单的动画课，所以我算是有做过自己的逐格动画，但是就是很简单、很偷懒的那一种，从来没有真正正式的做过一个完整的小动画。那这次的片头歌曲呢，虽然很短暂，只有八秒，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做得很精致的话，其实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。再次给大家听一下刚刚的片头。听的时候，我想象中的画面应该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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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说，在每一咚一下的时候 ，Finnish Language 2有很多字嘛，就让那个字一个一个这样跳出来，跳出来，跳出来。然后最后 Finnish Language 2的时候，就有个啪的感觉，然后就有个 opening 的感觉，就给他一个可爱的开头，让他之后每次教英文的时候都有个开心的心情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应该可以胜任。总之呢，先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次画的草图，好，大概会长这样。但是现在因为只是草稿，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，可能会有点简陋。上面那个是大脑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不觉得很 Q 吗？它下面有个小灯泡。还有 Finis 本人，到时候我就让这些东西这样啪散开。Finis， 等我，你片头。好了，我开始画，赶紧开始画吧，开工。大姑，你怎么啦？好。现在我已经好不容易把完整的所有素材都画完了，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就是进 AE， 然后让它可以变成动画，让它们动起来。我也从来没有使用过 AE， 所以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，好期待哦！而且我觉得我画的也比我自己想象中的 Q。好了，现在就进 AE 吧。做完了，我没有算几个小时，但是真的做了超久，因为我中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。我花最多时间就是在对一开始那个拍子，噔噔噔噔噔噔那边盘噔噔，我对了超久，因为我还不是我用 AE， 所以整个只能用那种很土炮的方式去做。然后我刚刚做完草图的那些图案之后呢，我又觉得有点空，所以我又加了一些线条。反正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成品。希望芬妮会喜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明天晚上要跟他视讯的部分，然后我就会在视讯的时候把这个礼物送他，看他对这个小小的片头会有什么感觉呢？还有他会不会猜出来前面的那个人声是我自己的声音堆叠出来的呢？再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吧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跟芬妮开始视讯了，大家可以跟芬妮说 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台湾的朋友好。这一次是第一次跟台湾的朋友合作拍影片，我叫芬妮。然后我在我的频道呢，主要用广东话来教大家英文，是一个英文的教育频道。大家如果喜欢然后学英语或者广东话呢，大家可以去订阅芬妮的频道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支合作影片会在他的频道上，是关于他送我礼物的部分。对，要看看我送阿金什么礼物。现在呢，就是要送你礼物的时间咯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给你这个礼物。等我一下哦。好，你可以点开它。哦，我看见了。啊，这个是你画的。哦，好厉害哦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这个可以用在我们影片里面。没错，它就是一个片头。
这个音乐也是你做的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的频道也有在唱歌哦。我那次其实就想说可以用 a cappella 的方式，所以你里面听到的那个声音它不是任何乐器，是我的声音很多个叠在一起。哇，这个是有八秒哦，你做了多久啊？音乐本身做了一天，然后画画部分又在一天，两个整天画超久。希望你喜欢你的礼物，我也很好，很喜欢，因为是阿杰很用心做的。没错，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，记得要去芬妮的频道看他送我什么礼物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，也不忘记帮我按赞、留言跟分享，也不忘记帮我订阅按下小叮当。我是激励短暂但是爱拍片、爱画画、喜欢唱歌的金玉呢，然后他是芬妮，拜拜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那拜拜，拜。那年我们的快乐还有不快，匆匆又无尽感慨，我总放在爱，挂着期待那一片天。